位官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。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。肝硬化是一种早期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症状的疾病，所以它非常不容易被人察觉，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体检或者病情已经加重、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到医院才检查出肝脏的问题。根据数据统计，在国内肝硬化患者高达700万以上，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平时没有养护好肝脏，导致肝脏炎症、脂肪肝的发生，这些疾病进一步发展后形成肝硬化。肝硬化若是没有得到控制，病情进一步加重，很有可能引起患者们静脉高压症，使人出现消化道出血、继发性感染以及肝性脑病等并发症。这些并发症比起肝硬化对人造成的损害更可怕，稍不注意就会夺人性命。在此呼吁大家，一定要抓住肝硬化的元凶，并且远离它。肝硬化的元凶是什么？引起肝硬化的元凶无非就是肝炎，其中肝炎主要分为酒精性肝炎、病毒性肝炎。患了肝炎之后，若是没有按照医嘱控制好自己的病情，肝病进一步恶化，肝脏可能会形成。脂肪肝也可能形成纤维化，引起局部逐渐硬化。不希望自己与肝硬化结缘，大家就要做到吃饭二坚持，晚上三不要。吃饭二坚持：一、坚持营养均衡。人每天都需要吃饭，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身体补充营养，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，所以营养的摄入对人们来讲非常重要。任何人平时都要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，平时要吃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的食物，比如豆类、奶类、蛋类、瘦肉类以及各种蔬菜、水果，尤其是绿色蔬菜对肝脏有极大的好处，大家可以多吃一点。二、坚持口味清淡。很多人都喜欢吃重口味食物，长时间的吃过咸、过辣、过刺激的食物容易使肠胃受到刺激。肠胃需要大量的血液完成消化代谢功能，肝脏因此也会受到影响。若是肝脏供血不足，肝细胞就容易受到损坏，引起肝病发生。所以清淡饮食也是对肝脏的保护行为。晚上三不要：一、不要熬夜。熬夜的行为人人都做过，偶尔一次两次熬夜或许不会伤身体，但是长时间熬夜就会打破人的生物钟，让人的内分泌变得紊乱。人们在夜间身体仍然得不到休息，肝脏细胞很难自我修复和生长，受到的损害就更严重。只有按时睡觉，让身体好好休息，肝脏才会变得更好。二、不要喝酒。喝
酒伤肝，因为酒精需要肝脏对其进行代谢和分解，在代谢酒精的时候，肝脏细胞就会受到刺激，就算是人已经进入了睡眠，肝脏仍然在工作，导致肝脏过度劳累，很容易患上。酒精性肝炎，尤其是本身肝功能不好的人，更要避免喝酒，以免让肝病加重。三，不要生气。中医说，生气伤肝，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，血气就会上涌，肝脏的生血、藏血功能必然受到影响。若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仍然情绪不稳定，肝脏得不到良好的休息，细胞就会受到损害，引起肝病。所以，为了肝脏的健康，大家应该少生气为宜。做到以上几个方面，大家的肝脏健康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保障。希望任何人都要引起重视，关心自己的肝脏，避免肝病的发生。如果发现患了肝炎、脂肪肝之类的疾病，也要努力配合医生控制住病情，让肝脏保持弹软，不要让它有发展为肝硬化的那一天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，祝大家一天平安开心，别忘了点关注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。